废话。男子企图自尽，美国警察连开50多枪阻止，所幸男子只被击中9枪，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。来看一下官方出的一个调查报告，经过2年对7万多人的调查得出，近2年男性出轨率高达60%，而女性出轨率也将近40%，其中以全职太太和高收入男性的出轨率最高。把枪管掰弯至180度，还能成功射出子弹吗？能正常发射，甚至还能打死人。如何区分身份证的真假？身份证的身子中间的2横右边是有空隙的，而正常打出来的字是没有空隙的。不信你试试。你们知道吗？韩国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消失的国家。他们的生育率只有0.78，全球垫底。先打出"我在床上"4个大字，紧接着一直按出现的第一个，一直按到结束。你们会打出什么内容呢？为什么 KTV 的门不能反锁，还必须装透明玻璃呢？因为 KTV 内部容易着火，相关部门规定不能反锁，而且必须设有观察窗。你知道世界上最恐怖的奖是什么吗？达尔文奖。你敢相信吗？每年我国机场都能回收大概5000多万只打火机。那么你知道这些打火机最终都去哪里吗？二次销售后捐赠或者建设机场。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真的能有工资拿吗？真的有，但各地标准不同。